开壶。脑袋中枪不下来，那先补了他。你得打药。哎哟，都开到右边那个位置躲起来，像在洞里面工作一样。嘿嘿。几个人呢？两个。哎哟，这个得打药。哎。见识一下吹风枪法。我吹。哎，头发是不是凌乱了？哎，你这是不是感觉到这回头找个好理发师啊。哎呦。来封烟了啊，我天天都有装备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天一个准，那的天。哎呀，装备舔完了，你这没好东西。他们敢停车，因为他队友肯定有好装备，对不对？就装备嘞。来，让我先跑了。哦哟。晚了，装备都填完了，现在才跑过来有啥用呢，兄弟？还有一个没不敢过啊，是不是？还俩都跑过来，没看清楚啊！这时候后面千万别来人，你这时候来人，我会拿捏不好的哟。哎，这封了烟，都跑过去了吗？我就看到一个人跑过来就崩死一个，他娘的！这时候你要是再封烟去开车，不可能。哎，出来了。别着急，他拿捏，哎，他漏了。兄弟，你得护住腚，你这让我子弹钻来钻去的，你这不疼吗，兄弟？哎，漏风啊！哎呀，只能怼这个楼了啊，兄弟们，这没别的地方了，这都是人。这个楼要还有人，我跟你说，那咱就歇了吧，我都没招了啊，没地方蹲，就这一圈。好，哎，没脚步声。呦，哎，巴黎了，小心！哎，让开，老哥，让开，这不能太阳，给我杀死了！哎，不是，老哥，来，往里面蹲，对，让他雷人玩啊！这不能出去，不知道都是几个人，出去我也被老六一阴，跟你说，你都没法玩了。哎，蹲着等，还得扔，他扔完，现在不能出去啊！大家周围都是人，那高家长也是人，出去都。我感觉我得扔一颗雷，火扔火了，哎呦呦呦呦，哪儿看不到啊？就只能往这个阳台上扔一波，炸死啊！没劲，哎呀，老哥你别，不是咱这个，你要不你下蹲到下面厕所行不行？你别在这，我上来看一下，有了有巴黎了，别着急，哎。我操，大哥，你多少雷你扔不完吗？在这蹲着嘞，还打不到。哎，啥意思？你看不起谁？哎呀，我操！这小子带了一兜雷呀、啊，扔就啊，就，好吓人呐、啊！这雷扔不完，我操！还有脚步声，我操，弄不完了呀！完了，队友死了，没办法。这我本来以为冲到这个位置可能就要被楼上人架枪架死了，没想到还活下来了啊。我感觉哎，这一把说不好真的能吃鸡啊，每一把都做到吃鸡的梦，但是每一把都吃不了鸡，你说等等等。我操，老哥你敢露出来吗？跑左边了，墙后面兄弟。我操，别乱扔。哎，没动静了，来兄弟，不是蹲墙后面，后面人不打你吗？我操，这，咦，就这个墙后面，这边能看到吗？这个墙，哎我，完了，哎呀，我知道这怎么回事，哎呀，这小子被那边人阴了啊，阴了，那个阴我了，我这，那赶快，老哥就一把，咱开车赶快溜，这个圈子不中啊，这圈都弄不了了，吃不了鸡，咱吃个鸡屁股总行吧？哎，这个愿望不算过分啊，哎，这愿望不过分吧？别着急，让他们打。哎，走开车，老哥上车，他毒来了。成盒毒呀，兄弟，真要命了。没事，我感觉我的车技能拿捏在一块儿。哎，好，能进。看到人没？哎，别露头，哎，别了一堆的，哎呀，我操！哎，这。
这个沟你看看，就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了，你完了，趴下，哎，还是要趴下的，我操，能量完了，没时间打能量，跑过来了，哎呀，啊，蹬了个，啊，鸡屁股吃了。